你干嘛？我今天非要破这个坏人感情的女人。这是什么情况？你够了！我跟你分手跟他没有关系。要不是被你这塑料闺蜜挑唆，我对你那么好，你怎么可能跟我分手？来，多吃点，最近都瘦了。你爱吃的，快吃吧。小江，你对鸽子可真不错啊，你们应该婚期将近了吧？哪有那么快啊，我还想多带点彩礼钱呢，毕竟鸽子从小无父无母的，我不想委屈他。不错啊小江，是个好男人。来来来，继续吃继续吃。好累啊，生日还要加班，脸都要熬垮了。鸽子赶紧回来，我特意为你做了一大桌子菜呢。好。鸽子，你男朋友对你太好了吧，好羡慕啊。我对你那么好，你居然相信一个外人。你真的对我好吗？还是为了你的面子好？来来来，走一个。你怎么才回来？赶紧收拾一下，我们还有下一场呢。我就不去了吧。哦，行，那我就先走了，你再把这收拾一下。走走走走走走走。生日快乐。谢谢。你怎么了？什么人啊，他也太过分了吧。哎呀，你先别难过了啊。对了，你看看我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，欧莱雅的黑精华。结婚后不还是我的？哦，哈哈哈哈。再说了，他一个没父没母的孤儿，凭什么要彩礼？那钱还不如给我买车呢。不要脸的死渣男！你疯了！鸽子，我们走。还有，他不是外人，他是我的家人，所以才会看破你那些虚伪的好，知道我这么久过得有多委屈。你，我警告你，不要再纠缠我们。就是，保安，把他拖出去。对不起，没事儿。